社团法人亲子慈善会暨三洋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捐赠中国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一共66台的轮椅，一般轮椅是50台，骨科轮椅是10台，高背轮椅6台，非常的感谢。对，他这边可以拉高，就是说脚可以不用这么吃力的这样子。跟大家解释一下，一般的骨轮椅的话，它的脚的话，它的固定是没有办法，这个脚是没有办法抬高的。那如果是骨科轮椅的话，它的下面这个地方，它是可以伸缩往上抬的。那可以让如果是膝盖受伤的病人，脚没有办法弯曲的话，它的整个脚都是可以平平直直的这样子。那病人的话，脚往下放的话，它也不会有一点胀痛的感觉。会比较舒服，所以它坐起来的时候跟一般的轮椅跟就是就比较不一样。对，这次是因为中国附一在新竹新开了，开了3个月，那在医院刚开的时候，我们知道都需要很多的资源，那我们跟那个附一的人，他们愿意收轮椅，所以就捐了66台的轮椅，其中包括50台是一般的。